可以哦，鸭子。哎，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是雷佩卡和机械的洋馆。那这个游戏基本上是由那个妖精的尾巴的作者真岛浩所制作的。他好像据说他是一个工作狂人。对啊，游戏的内容是他利用 RPG 制作大师制作的吧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玩玩看吧。主人，为什么不能动呢？主人给命令。主人为什么不会动？感觉是一个机器人，还是什么机器？它的主人怎么了？坏掉了。好 Nico，在那个我们频道，娘娘，雷贝卡，这是新的角色，就是雷贝卡，Blue Garden，哈比就没再演了，真的叫哈比。雷贝卡小时候的。Android 哦，你是 Android 哦，有怪物的洋馆，芭比会害怕吗？有钱人的家，被一个暴走的 Metroid 杀了。我们来这里干嘛呢？当然是来找怪物的。好，cut。小型的人，Android 的 intro 拍摄完了，拍一半正片的时候休息，先休息吧。哦，上下左右 Z 冲，阿比，好几十年没有人住了。有谁的叫声？哎，出事啦！有雾，危险，看不到周围啦！哦吼，那哟，这什么啊？这都是啥？这都是个啥？哇，马上被囚禁！这是哪呢？这是哪呢？牢狱。阿比和 Pino 在哪里？逃脱吧。随时建议存档，哈哈。红色的字，你给了我打了一包心机了。到那个，啊，那到啊，所以会有悲惨的结局。真是令人不舒服啊！哦，这里有一个洞哦。雷贝卡会扫血啊，会挂啊。这里放开。有回复的地方是，哦，
药草，回复药草，吃。哇！啊，又是牢笼啊，真是。硬的东西把锁用坏。捡起来。教师石头，靠腰，吃石头，白痴，打坏，打开，好，箱子。推可以推吧，这样可以移动。跳过来也被卡到。像是重要的东西耶。啊，那大王，轰动你，您跟你这是人类吗？有必要确认。声音啊！要公平。什么时候会开心？被人夸奖。什么时候会生气？弱小的东西被欺负的时候。伤心，失去重要的东西。这到底有什么用？睡觉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什么？很漂亮的，这什么？感觉很多收集要素。我，凑巧吧，东西掉落。图书馆。客房一，客房 A。这会不会危险啊？等一下，要扫描眼睛的网膜，不行。洗澡。喂，恐怖游戏哦。可奈卡啦，
机器人，我怕，可是位置哪了？看，喝水。都是要骗我的，哦，长棒状东西，拿东西，这是一些设定吧，机器人的设定。获得线索，10%，我怎么那么机车啊？日记9624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那只机器人感觉要遭报复。玄关。地图哦，玄关？问号？问号？问号？当时候，我靠！那个门。喂，好妖，那啥小，我是要被干掉了。就已，高兴的时候就跑，可是挺不住。高兴的金属，阿皮。推那个，Oh my god， 我不会了，那么难哦！啊，哼哼哼哼，啊，他这不是1234，我觉得好难看。
一百年，你有没有一百年？奇怪，我开了什么？敢有神清病？生气啊，不够生气。不够生气。冰块，冰块嘞，融掉。啊，我朋友怎么等那么久啊？看，难道等三五分钟？那这个是不是在引诱我们出门？然后就挂掉了。干，好暗哦。关小，啊！我的防撞箍熊被我弄坏了，哎呀！有开门哦，快开哦！关。门锁终于出来了，门的握把。图书馆的钥匙。干，怎么是这种恐怖的东西？爷爷跟机器人。好，有一个谜题。图书馆。嗯。不。跳！射一个吹箭过来是怎样？两只机器人。这什么机器人？如coin 嗯，啥嘞？别，哈哈，阿尼斯，哦，靠，还有 hard mode 啊！
30枚，哦天哪！换的道具跟攻略没关。OSR。哦，这里有事件日。可恶哈，我差。他说10个卡，靠！哦好啊，我靠，好大的房间。这什么啦？我的画面都变一条鱼了，靠腰的大小。看我中幻术哎，一只鱼把我脸盖住。哦，靠腰。靠腰，干，中计啊！大，这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坏结局，第二个，雷贝卡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解谜类恐怖游戏啦。那这种游戏基本上就是最后会解开一些谜底之类的。不得不说，真岛兄他做的游戏真蛮厉害的，就是标准的。这个是玩过很多那种 RPG 制作游戏才会做得出来，很多要素啦，然后剧情什么的都还不错。有喜欢的可以玩玩看了。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去欢迎订阅按赞然后开启小铃铛各位大家拜拜。